来，大家一起做，捏晃捏晃，哦，有没有？有没有捏掉这条筋？哦，然后左手呢，跟他这样，那那些碰扑啊呢，一二一二，哦，啊，叫他要深呼吸，因为他已经缺氧了，要深呼吸，哦。因为我这样已经救过两个人，那在中正机场还有在东莞的水莲山上，哦，水莲山说他你们要把人送下来，因为一千多个阶梯，哦，所以你等抬到底下已经没有救了。捏这个就靠近心脏的根，捏晃。捏晃，捏晃，捏晃。啊，左手要跟他那些碰布啊一样，上下上下。哦。然后记得深呼吸。哎。加油！用滑轮的滑轮滚轮的五下。每一个人五下就可以送了啊！来这里送健康，送快乐，送幸福，谢谢。来，我们征求来五姑爷呗。啊，蛋姐，蛋姐有机会哈，好，谢谢。好的，麻烦我们工作人员先将我们现场护卫一下。欢迎现场所有的朋友们来参与我们2018台南的风景，而且台南是美食之都，在这个美国 CNN 的报道当中，哦，介绍我们台湾的台南，就说台南是台湾的美食首都，所以台南美食真的是不胜枚举啊。那今天我们将这个健康的路跑结合在地的美食文化来做一个大合并，希望可以吸引更多喜欢健康路跑的、喜欢美食的朋友们来到现场，一同来参与我们这个创举。那在今天活动要开始之前呢，当然要有请来在地的圣母庙主任委员来到舞台上跟大家说几句话，掌声欢迎王明义主任委员，欢迎。啊，所有的好友哈，大家高赞。啊，真欢喜嘞，看到这么多人，啊，我跟您哦，大家报告一下。咱信保庙，这吼就是北方式的，咱这有三个五间。我甲恁哦，大家吼，所谓跑友哦，甲恁讲，拜佛哦，唔是讲咧求姻缘哦。啊，若求姻缘的啦，那咱信保庙烦恼讲，按89年开始讲，统计到今有40000多对哦，有来登记的有40000多对哦。啊，若无来登记，第三楼。拜完老公哈，啊，祝福今仔日咱的马拉松赛跑会当安尼圆满甲顺利。啊，等下恁在路里咧走的时阵哦，爱注意安全啊！啊，祝福恁身体健康，吃饱哩，大家拢万事如意，大赚钱。有时间跟着这个新闻员红蝶，多谢，多谢。谢谢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早安！我要听到你们的欢呼声。哇，来，双脚打开，双脚打开。来，请我们老师音乐停下。来，所有的朋友们，我们跟着老师一起动哦。来，跟着老师一起动，麻烦音乐请下。来，双脚打开，来，双脚打开哦。跟着老师一起做，手打开，拍手，拍手，认真做，等一下才不容易有运动伤害。爱好力的情呼，热起来。往上，好，吐气，吸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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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往前下压，看会不会拨到我们前方的地板。往上，往前。好的，
就看到好多的年轻朋友，大朋友小朋友，所以马拉松活动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推广哦。我们李文正议员哦，每一场都有跑哦，今天是没赢哦，但是他每一场都有跑，跟他的儿子李启维然后啊，所以李家，我们除了祝福，也希望未来在马拉松的活动，我们都愿意做大家最大强而有力的后盾，有需要我们来协助共同举办，我们绝对没有二话，一定全力以赴。那在此祝福我们今天活动圆满成功，陈廷飞、李文正祝福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。11公里的选手，请在我们的起跑线就位。那也麻烦参与10公里以及5公里的。
可以的。